向往的远方，精彩的世界，有多少人想要，又有多少人敢要？远方并不遥远，止步的是你的心。聆听远方的呼声，踏出一步，感受自然之于宁静之远。我在澳大利亚坎斯，我叫 Jacky。 作为一名当地的酒店经理，我的每一天都身处在这个饱受自然与人文馈赠的地方。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，同样也是自然文化遗产。身临其境，让我的工作环境处处成为打卡取景地。在四季如春的北昆士兰，点上一杯鸡尾酒，就可以享受一整个下午的惬意。当地人很喜欢游泳，家家几乎都有个泳池。在远离大都市的喧闹中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体验大土澳的淳朴人情。凯恩斯值得去的地方，凯恩斯植物园大堡礁是世界七大自然文化遗产，绿岛、巴伦峡谷国家公园、丹翠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棕榈湾。找个下榻之处稍作调整，寻找土澳独特的萌宠，有可以一整天都不动的猫头鹰，也有各种各样的鹦鹉，还有凯恩斯当地独有的石火鸡，当然还有澳洲的国宝考拉，还有遍地开花的袋鼠宝宝，当然也有一些危险的动物，比如说鳄鱼。除了有小动物的陪伴，每天午后的黄昏都会给你诗情画意般的遐想，仰望天空才可知远行的意义，认定自己的去追，勇敢的人不后悔，因为有梦，所以请勇敢出发。最后，带上我的无人机，一起看不一样的凯恩斯。